小心！叫我阿爹的命来！阿姐，一个人饮了有限度，你不能逼我。难怪你有够少。你老爹所作所为，叫你痛饮海水就饮出清楚，你霸占酒家真是该杀的。你不疼我？所谓探视有找过的人，伊用并无问姓名。首先，我唔知是你老爸。伊是一个只问温柔、唔管正义的人。我向你解释也无路用，你有问，我日后会报答你。你的功夫是无多伤害到我刘和尚，你免白费心机。你也会加八年食，我这个讲，提饭给你吃，甚至搁送咱的金手铐，也搁伊用死来阻挡伊大娘来救咱。会啊，我会记哩，伊叫做花玉文，花姑娘啊。阿兄，你若突然问起伊嘞，我才是伊的老爸。但是，遐拢是歹人，拢是应该杀的啊！我唔对，伊老爸是歹人，该杀。也毋过，我甲伊解释，总有一天，华灵王会来找我报仇。哎呀，要若安尼，你着心态华灵王，伊绝后患。中华路来山海是否有想你应该的你叫问台湾将问在我怎的人心啊错了，
你不忍将伊哦来杀害，伊将来必来将你啊害。杀父之事我是不可改，有点必来莫想来。不用的，我将原死在华凌风的手下。我都未用再加添着伊郁闷的艰苦。阿爷，你未用死，你若死，我要安怎？王小弟，假使阿爷若死，也未死去遐尼正紧。朋友华凌风，伊母讲，伊想要胜过阿爷，阿大哥。花一点仔时间，会去训练到的武功。到迄个时阵，其实你已经成功，功成名就。其实你成功，阿爷都无看无你。死对我来讲，有啥物可怕的？阿爷，伊哪里讲？你唔得要以你的性命来相还华姑娘的温柔。对，当初但是灵魂来解救我，我被人拍死在那街路上。有听到你，也去故事，去变死了。但所欠就是温，你先。必须要爱用生命赢你。哎呀！这个武林界就加一位大侠傲剑鱼。哼，臭蛋！你若袂记你讲，即马有一个乞丐，就是我救死汤的神。莫有功夫啦！哎呦，人唔知要收我啊，唔收我都也唔知嘞。无你到底是咧紧张啥个呀？你也会怪我紧张？你袂记你讲咱当天有酒桌，啊，佫剩我三个鞋仔褂，啊，我无记。你无错，这叫人哪会袂紧张啊？迄三个鞋仔褂是你家己一个人弄破，迄甲我也是无关的哦。啊，要先破迄三个鞋仔褂的进程，我毋是甲你讲啊清清楚楚。讲哈，你若敢无错我吼，你就会穿着迄三个鞋仔褂，安尼弄破甲你嘴硬硬。不管安怎讲，我绝对要练成我这个剑鱼神剑，安尼咚咚咚，杀了我安尼。无甲你挂着，你是咧爱啥物？不是我啦，是遐。大哥，紧救我！你讲啥？大哥，你紧救我！我人伫做作业正中，你若无救我，我绝对也无性命。较紧的啦！不是当的。嘿嘿嘿嘿，要给我点功夫的机会已经来了。哎呦，小姐，你唔通安尼哦，会甲害死啦！伊只是无半步，你知？功夫虽然我唔捌，就干那凭我一日杀四百外条的性命哦。你一天杀百外条性命？是啊，因为我就是咧杀鱼。真小胆呢，哈！你也敢甲我改名换姓？我有做傲剑鱼的，你竟然甲我叫武夷雪？武剑鱼的，较紧的啦，紧救我！哎呦，我拄仔伫找着迄个人，迄个人嘛，啊未想我做到底，我人都通救你啦！哎呀，哎呀，走！放手！放手！放手！
你是什么人？敢叫我放手？我讲你半夜八年前的刘三，刘三，来，你也敢用这种口气甲伊讲？无你唔捌你是谁？我傲剑伊个就是上界钦服伊个功夫，唔则甘愿要互伊做徒弟，你知？哦，你有功夫啊？八年无见，敢讲你无听见江湖上出现一个败类煞星？小心，你想要独霸武林，见个无少就妒忌，害死就武林山的爸母，甚至要夺着剑谱，连家己的孙仔你也杀得掉。我为了报仇，我必须要除掉你这个败类。凭你可怜八年，你也敢跟我为敌啊？我要你配一个尴尬，知影撇小心剑的威力。我来撇小心剑，是奴才你的神勇。现在你才英雄小满等。是为你而活，伊用个为你牺牲一切，甚至无顾家己的性命。也毋过你袂用辜负你阿兄对你的期望。我，你阿兄，伊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有用之人，而且你嘛做会到啊！你袂用伫这个时阵来刺伤你阿兄的心。也毋过我阿兄伊，何三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何况伊所杀的人。拢是一挂歹人，有真侪好人敬佩，伊的作为并无违背天理，只是修炼太侪，将来难免一死掉。人，什么人会当躲过一死？只不过是早晚的代志而已。先生，你爱给你的阿兄。请待看你成就，明顶金榜，为恁六甲改换门面。启山，翠春是一个真乖的查某囡仔，你爱照顾。怎样？你看这嫂。启山，五姑娘。五姑娘，今仔日起就要住在咱的厝内面，你要好好照顾。我会，医生，你应该休息，我出来去看一下。我阿兄是要去看啥？我休的那是无目的，你阿兄一定是要去看花玉盆。常常来看，我明白你的目的。你明白什么？你要来讨伊阮大哥，阮大哥势必为父报仇，你当然爱斩草除根，除气血。你心目中，我是遐尼正残忍的人。对，你在我眼中是一个职业杀手。为报仇，为金钱，你咧杀人而已。我承认，我是为
金钱，但是应该杀，我才有杀。为什么？你若无要问你家己的老爸，伊的凶案，伊下毒手，杀死赵庄主，伊是所作所为，所人家己的出气。虽然阮阿爹有问题，毕竟伊是阮阿爹，我想不到，我永远都想不到，当初我所救的人，今仔日竟然是杀死阮阿爹的人。事实我是不知是你老爸啊！你走。我不希望再看到你，你走！我会常常来看你，尽管一切来安慰，不管你安怎样骂我、恨我，我必须要向你的情。等你，你讲你要害我的情，那安尼真好。今嘛，我爱你为我办一项代志，你敢肯？肯。只要我做得到的事情，我爱你去杀一个人，无论多少钱，我都会用给你。怎样？你不敢信？我相信华小姐，你无怨仇啦。有，杀父的仇，你有何杀？小姐，总有一天我会完成讲你拜托我的代志，就算这条性命也暂时少。你若要叫我做什么代志，我就会去做。伊已经练成黑小神经，咱若要练成。是相当困难，只好咱都要用智取。伊必然会过来看，甲伊保持友谊，一步一步接近。大哥，你意思是？上伊面子，让伊真心啊。那安尼，咱要报仇，多真侪机会。我恨你，我无法度安尼啥做。复仇不共戴天。这是咱报仇唯一的好办法。天堂。
但讲伊无啥物气度，我伊伊想要杀我。不过我若死在伊玉门的手中，我也是绝无怨言。和尚，你伫想啥物？无啥物，我知影。你是为着要弥补你内心的愧疚，所以才定定来安慰我，对不对？不只是安尼，因为你有恩在我的身上，也搁有我的父寿弥陀。敢讲你唔惊我好机会来杀你死？唔惊。你以为我无法当暗杀？唔是，啊是因为讲你的功夫好，所以。华小姐，我早讲过。我刘和尚这条性命早晚爱护你。如果你若要爱我较早死，我也愿意。华小姐，你已经答应我，我这条性命暂时少啦。我相信你是袂背信的啦。而且现在我也真希望讲你减少就丧父之痛。我希望你会当过着快乐的日子，只要你有笑容，我刘和尚心内的欠求就会当减少。所以，你才常常来陪我，是不是？确实如此。伊是甚物人？伊是郭文林，花玉文。伊是，伊是我温玲的查某囝，我意思。伊是花好龙的查某囝，哪里是你的仇人？我看伊甲你斗阵，一定有甚物款的诡计。这，和尚，你袂应该来往的啊！甚物人嘛无法通阻止阮的来往？我会变，我会去除掉你。嘿安装。